很美，我们先请看他正前方好吗？好，让嘉诚姐让大家尽情的捕捉画面。那今天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画面捕捉的时间哦，我们先看正中间。好，再看中间偏右手边，以及中间偏左边。刚有提到，这是这个亚洲第一个以照护为出发点所推出的这个按摩包，我们的陈静呵护眼，然后也会请嘉诚跟大家好好的介绍。正中间再补一下哦。好，中间偏右手边，我们再来一轮。好，左边，中间偏左边一点点，举手的这一位是你大哥。好，左边好，这边也请看哦。嘉诚麻烦这边看一下，您的左手边好，这边。好，谢谢。还有哪一边需要再捕捉的？正中间，我们正中间再补一下哦。好，谢谢我们的摄影大哥们，都可以了吗？好，前方好吗？那以及呢，我们现场的来宾哦，在面对舞台的右手边那边也有我们的产品体验区哦，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这个看看哈，我们最新推出亚洲第一支的神经科护仪。好，那我们请三位统一视线看一下你们的左手边好吗？谢谢。我们视线统一看一下左手边。好，再看一下右手边。是的，我们这次都请到我们的权威专家们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再次谢谢我们的童老师、童主任，也谢谢我们的张医师，谢谢两位。好，我们上来单排嘉诚的部分哈。好，谢谢，谢谢两位。好，我们再捕捉哈。好，谢谢我们的童老师。那我们现在要来拍的，这是我们纯色的品牌主理人嘉诚。一样，我们先从正中间开始。那刚剧有提到啊，在现场我们有这个体验区哦，正在面对舞台的右手边，现场的朋友也都可以好好的来这个体验一下哈，来参观一下，谢谢。来，我们先看一下正中间，中间看完，看一下你的左手边。好，以及右手边。好，南边还需要捕捉画面的，来左边哦。好，正中间。好，左边。右边。右边拍了哈。好，谢谢我们现场的摄影大哥，右手边哦，再补一下哦。我们由右到左来一轮，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电子媒体朋友，可以进行访问的部分。第二排谢谢。来这里。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媒体朋友们，首先先来进行电子媒体的联访。朋友们，不要忘记咯，纯色的神经科护仪在今天正式上市，正式发行，也请帮我们好好的报道。那除此之外呢，在面对舞台右手区那边也有我们的体验区，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可以进行这个电子跟平面的访问。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谢谢。要不要用？要背板也要用掉。背板要用啊。是线上头。啊，那你怎么说的？今天的产品发布会呢，是纯色的新品纯净科护仪。那它是有红外光照的照护功能，可以照护到我们女性的阴道内壁。那红外光照护根据很多的实验和文献都证明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增生，所以依照我们试用大队的体验文回馈，都明显的说异味啊，还有分泌物都有得到卓越的改善。那我相信这个产品的问世或是很会是非常突破传统思维，是一支越用越紧的按摩棒。
自己也有试用？有，当然有，当然有。我从就是最开始的阶段到至今，已经跟这个产品相处了一年半。嗯，那你觉得自己也觉得很深刻的感觉？我觉得是使用光照的功能之后，你只要一周使用个两次以上，很快的会感受到私密处的气味会变成一股清香。因为在这种潮湿的海岛型国家，我们如果穿裤子或是可能你的抵抗力比较差，那下面的味道气味就比较重一些。那我们是由内开始帮你做一个照护，然后去改善这些问题。一开始会担心，女性的消费者没那么踊跃。当然，创造需求是行销上面很困难的一点。不过，这个产品它是亚洲首发，相信这个独特性以及它的品质都是经得起考验的。OK， 那就 OK， 我们就变平房喽。好的，谢谢，耶。